大家好啊，我们是这个说图的教学一个影片，就是可以弄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说图啊。那首先呢，你要打开你的 Photoshop， 就开启这样的一个版面嘛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人物刻出来，就是像这样，然后可以在这个Elmo 的缩图包里面呢，就拿这个天空，你喜欢的天空出来。那我喜欢呢，就已经放在这里了。根据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 Elmo One 放在这个缩图里面啦、啊，就是放在这个是可以这样放在你喜欢的位置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呢就有加这个灵魂的这个。非常漂亮的 Elmo 3，这个东西叫 Elmo 3 ，OK， 非常的漂亮。那一切呢都会在我们免费的那个 Elmo 缩图蜘蛛包呢就可以有找到的。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，OK， 非常好。